徐威老师，又到了大家微微笑讲客家话的时候了。今天要介绍一些客家人节庆的时候吃的东西哦。首先第一个，我来介绍马吉，客家话怎么说？起白，起白，嘿，大家可能很熟这个发音，起白就是马吉，软软的起白。通常呢，客家人在节庆，比方说这个嫁女儿啦、娶媳妇的时候呢，家里都会做起白给大家吃哦，起白。再来粽子就很简单了，粽哎。粽哎，粽子就是粽哎。然后年糕呢是甜的，甜拌。甜拌，徐老师小时候哦，就最喜欢自己去煎甜拌来吃。甜拌就是甜的年糕。再来发糕怎么说呢？发拌，发拌。好，比方说在什么节庆的时候，客家人吃什么呢？举个例子好了，像新年的时候，客家人吃年糕，这句话是这么说，来跟我来，新年客家人吃甜拌，新年客家人吃。甜拌，新年就是新年，客家人就是客家人，吃年糕，吃甜拌。再来，像我们扫墓的时候呢，客家人会吃发糕。扫墓呢，客家人说的是瓜子，瓜子，瓜子，客家人吃发拌。瓜子客家人吃发拌。好，再举个例子好，比方说端午节，客家人也会吃粽子哦。五月节客家人吃粽哎，特别小心哦。端午节呢，客家话说的是五月节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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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五月天哦。五月节，五月节，客家人吃粽哎，对，就这么说啊。接下来音客喜相逢，我来介绍几个英文字跟客家话来对照。像我们说新年。新年就是客家话的新年，英文说 Chinese New Year， Chinese New Year。 再来呢，像客家人呢，清明节呢，我们不在那个时候扫墓，通常客家人是在元宵节过后就会去扫墓。客家话说瓜子，瓜子。像徐威老师现在每年都还会回苗栗，瓜子就是扫墓，英文怎么说呢？ Tomb sweeping day， Tomb 就是那个墓， sweep 就是扫， Tomb sweeping day。 那端午节呢？五月节，英文说 Dragon Boat Festival， 龙舟的节庆。会了吗？今天就学到这里咯。接下来呢，请大家跟着徐威老师嘴巴睁开来，要讲客家话咯。预备起来，起白，粽哎，甜拌，发拌，新年客家人吃甜拌，瓜子客家人吃发拌，五月节客家人吃粽哎。还记得我们说扫墓瓜子，英文怎么说？ Tomb sweeping day。 我是徐威老师，安子森，新梦音。